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快帮帮我，爹要把我关起来。姐姐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。胡闹够了没有？我没有胡闹，我必须得去，就算你打断我的腿，我也要去。把他拉回来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孩子，可是这是生死之约，生死之约，你明白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坚持？为了能自由出入卫所，我一心想要立功。所以我拜托江少把今晚参与行动的人全部调走，只带上我一个人。此刻他一定在孤军奋战。姐姐，我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这个江少，你说清楚是什么行动。子时青蛙巷抓捕三名彭族斥候。胡闹！姐姐，我没有办法，又来不及了。你们两个陪同二小姐一起去青蛙巷，我亲自去卫所请求增援。将军的人，你被刀伤过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问这种问题？我告诉你个常识，这种刀伤看起来吓人，其实不疼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都怪我，拼了命也没能准时过来，要不你不会变成这样的。拼了命，警察，你做什么了？我说过的吧，生死之约，不见不散。未来要做你将军的人，现在你不是来了吗？江少，江少，江少。